感动这种念头的人啊，一次就可以，一次就可以，那不会消失了，几辈子就不会消失。而且就算有人来劝你啊，啊这个念佛不好呀、啊、我们来信基督教多好，那多好，有没有，你都不会被那个人眼所动。哎，谁谁不是我的，你现在应该在这个地球上应该在中央的，是吧？把严重来说，应该就是有了。那么老师说呢，遇到这个本愿的法门，还会去转去信其他宗教的人呢？人呐、啊，那个是那个无缘之人，没办法。那不是那个人不好啊，他是无缘。这个人呢，就是有多重要的。反正了，有不得人那时候再严重，再失落，我们不会再去。老师说，今天晚上坐在这里都眼很深。这个啊，无缘多分啊，难处啊。所以我带着今天来讲。所以老师说，里面那个就是跟那么结的缘结到这么深啊，老师说要继续持续的下去，不要半途而废。对。在第一个来讲，对，那么刚好老师前面有做一个老和尚，所以老师说你们这个就是说遇到阿弥陀佛的教法不止自己信啊，你要把这个教法留给你的孙子啊。所以我说阿弥陀六点，老师说你能够把这个念佛的法的教法感动你的孙子，那个才是做阿妈有正个显功。阿妈阿妈来就会在这儿，我们就进来讲。那么，我不讲。那么老师说他也是帮他卖后给他去叫花朵姐姐家。哎，对对啊，今天不给你们小舅子。我有呢。俺们家不住呢。我今天我弟兄啊，我在听你嘛。大家对我对我的特别有帮助。一般几个嘴的啦，你看他们的啦，我们都是所有人出来就得按照他们弄，我们的活动嘛，你听不来。那么老师说呢，一个真正对阿弥陀佛的慈悲，因为我们普通讲是讲慈悲讲集体嘛，那么阿弥陀佛的慈悲就是我集体加一个佛啊，这个佛，这个就是说，就是说听闻这个。本愿的教法，遇到这个教法呢，啊，你就说你有真正被这个阿弥陀的慈悲感动了啊，啊，一次就好。这个啊，感动的人呢，就是说这种感动它不会消失的。那么那个当下呢，他就已经被呢，就是说呢，依那个佛力啊，入这个正定居啊，不会再退，不会再退。我在新疆安南那边住呢，妈妈，我跟他，我跟他妈妈还见过面，他说，说我这里一辈子也住在那里，我所有人都来住的，我，阿祖上海人啊，现在，不过嘛，台湾人有那活动，现在，是家里大，我哎，那你这样啊，买的不？不然你今天不回去说的。那么啊，我们今天晚上这个《月人章》里面不是有讲啊，那个一念啊发起入正定居吗？啊，那么这个是术语啊，那么内容是什么呢？那么老师说，你啊遇这个啊本愿的教法呢、啊，就说因为阿弥陀佛这种慈悲的本愿呐、啊，本愿法门呐、啊，你有从内心深处一度啊升起。这样的念头，同样的念头，就说阿弥陀佛是我的慈亲啊，你有真正的感受到阿弥陀佛的慈悲的人啊，这样的人啊，那个当下就是一念发起入正定居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不论他遇到什么样，就是说我们说的业障啊，还是什么逆缘的现前啊，这个都不会消失，反而是这个呢，会在他遇到逆境的时候。变成他的力量出来，所以这个是变成他的这个永远的人生观，会给他无限的力量去克服种种的困难。
啊，这是你把俺家我妈妈来对付的家属。啊，这是我奥平啊，奥平啊。俺家我妈妈从台湾一直就用过。用过嘛，把这出水起来就得了。我你怎么能叫我活过来？他们老是说有这种心境的人啊，阿弥陀佛是我的知心，有这种心境的人啊，他没有，他心中不会有恐惧，他啊无恐惧啊，就是说呢，不论呢，就是看到什么样的境界啊，碰到什么啊，他不会有恐惧啊，有这真正有这个一度啊，真正升起这样的念头的人啊，这种心境的人啊。他不会有恐惧哦。因为我怪，因为我也不会怕死。有我妈妈教我，我当然的。因为我怪。老师说我们。因为人在走。我们人之所以会怕死啊，就是因为不了解阿弥陀佛是我的慈心，不认识什么是阿弥陀佛，所以我们才会对死起这种恐惧的心啊。对，今天不说呢。心中好苦不堪呢，好苦苦不堪在困难中呢，你呼吸的多，你怪的多，怪的多，这个呢，你过去就红路走呢，再说天安门走呢，那只有红路走，你去呢，后来你该走，我这木拉机去的。もうガラガラガラって言うから、こぞっ！で終わり。そしたら三分間もない。三分間もない。三分間もない、思いがいない。おじゃ、ママはどうやろうってね。おじちゃん、おじちゃん、おじちゃん、おじちゃん。もう何とかやな、おじちゃん、おじちゃんって言うから、でも。おじちゃん、ダメない。おじゃ、わし、このママは冷やみにいてね。おじちゃん、何とかしてくれんかって言って。我在那看到的，先不去，我阿干，我阿妹，从那梦里走。那么老师说呢，这个一念发起，不能真定取。哎，往生啊，还有那个什么意念往生啊，
么老师说这个一列花写作这类句的人啊，他有的人啊，有的人他是这样子，但是他那临终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骨相，但是这种骨相不妨碍他往生。那么他虽然说临终换气之前会现这种骨相，因为业力的关系没办法，那个现他虽然会现这骨相出来，但是最后的时候要断，最后要断气之前呢，他会这个一念花起做这个这个给他力量呢，让他呢可以那个，就说呢虽然说骨相现前了，但是会这个做这念句的力量会要平静下来，在平静中往生，这是不同的地方哦。我们呢，不如有点比较喜欢，他那个卡奇卡奇，我就是那么老师说，从哪里可以看得到这个呢？老师说，那个没有做进行正念句的人，他这样子就是说也叫，然后也就是说抓有没有手抓虚空啊？这样的人，他死的时候，身体一定是很僵硬的，僵硬的身体是僵硬的。所以我们呢。你有说有有人能说完呢？你有说有有一年半年能说完？哎，不行不行，那个啥，有点要做什么呢？要不然。那么呢，做那个一念花起做正念句的人，他虽然有这个骨相出来了，但是因为他的心，这个就是正念句的给他力量，怎么样？他其实平静的，他虽然老师开始学一个武藏了，我学会了，老师刚才不是有学一个武藏，临终的时候会有这种苦的声音，会有声音声出来，但是做这件事的人，他的身体呀、啊、不是僵硬，他是柔软的，这是最大不同的地方。那个人已经能够平静了，我在心中。阿弥陀佛，萨满那，我是住的这边没有。我呀，阿弥陀佛，我是住的那边左右。哎。我用我的尊重过来的。哦。看到那个柔软的，柔软的。那么为什么他的身体会柔软？这个会柔软呢？不，可能柔软的，柔软的。因为呢，因为他的心呐、啊、在这里，因为他的心中呢有阿弥陀佛是我的至亲，我在阿弥陀佛的怀抱里啊。有这种安心、安堵的感呢、啊，这个感受，所以因为他的心是柔软，不是害怕，不是恐惧的，所以他的身体自然而然真的是柔软的，不是僵硬的。卡在。但是你没有真正一念发起做正念句的人啊，你有这个图像啊。那个死的时候，他的身体是僵硬的，他带就是僵硬，硬，硬邦邦的，硬邦邦的。我呢，不是现在有的，那么。他为什么人死以后身体会僵硬，硬邦邦呢？就是因为念佛。那么，今天不是说要来改。老师说死的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老师讲，那就是说，那么死的时候就不要叫就好了，讲细的，老师说。